今天我想和陶琪再为大家教唱柳毅传书湖滨西别一则。今天呢我们教的是从三娘那个女儿泪女儿珠教起，开始呢是三娘的白口，她因为到了自消祠看到了女儿珠，然后呢她就捡起一颗珠子来，然后准备送给这个君子，所以她就拿着珠子就说了，女儿泪女儿珠，他要表达自己的一个份感情，所以呢他很郑重地把这个珠子交给他，然后说我要表心曲，女儿泪女儿珠，女儿泪女儿珠，送我一颗女儿珠，送我一颗女儿珠，愿结命珠，非常好，因为这一句呢等于像一个起个调一样的，所以这个表心曲呢稍微虽然平稳一点，但是要唱出那个意蕴来。然后接下来就是当初金屋谁记住，当初金屋谁记住，今生功受寂寞，要唱字头出去，要收回来，要有这个字头字尾要唱好，受寂寞，大家可能就是掌握一个点，就是讲到自己的身世，表达他的一种比较幽怨的一种情绪。接下来是柳毅的唱啊，柳毅呢就跟他说，你原是明珠光夺目，很正气的，恭祝你原是明珠光大目，唱恭祝你原是明珠是你受辱，不是怪你的，都是富家哦。所以呢，这随着都愿富家哦。接下来对公主唱比较深情一点，公主啊，多情是有多情福，公主啊，多情是有多情福，就跟你讲，你多情。是有多情的福气的，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唱得很硬，宋佩家婿可与报，宋佩家婿可与报，这个时候呢就是感情前面的后面呢不要一样，看上去湖滨西别好像是比较平的，实际上它里边的感情是有起跌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前面多愿富家哦，它是
爱憎分明啊，这是很清楚的。最后跟大家讲，公主啊，多情是有多情福，从配佳婿可一搏。这两句连起来再唱一遍啊。公主啊，多情是有多情福，送配佳婿可遇佛。然后柳毅这样深情的最后的两句对着三娘唱，在空沙在浮中好，情绪非常好。嗯，接下来柳毅呢，你这么好的姑娘怎么会没有归宿呢？所以这一句呢要唱的很流畅，也很大方的。少女岂为富贵所，哎，你怎么会没好的那归宿呢？不光是唱，你把她感情要唱出来。少女岂为富贵所，我愿将子永配得。这个地方呢要偷气好几口气，不然你们一口气唱下去，到这个地方是一点劲都没有了啊。我愿将猪吸气永吸气配带，再偷袭一下，再起一个音啊。我愿将子永配带，然后下面呢想必是先生愿谱求凰曲，就是很调皮的很俏皮的是一个紫箫这个小丫鬟，所以呢她突然这就插进来，她的声音应该是脆一点，她的那个节奏是应该快一点，要区别于柳毅和三娘。所以想必是先生愿谱曲望求，所以大家这个情绪上稍微调整一下。想必是先生愿谱曲望求，这个时候一下子给他点到了以后，柳毅感觉到非常不好意思，所以大一下子，哎呀怎么办啊，就是马上我陪的名字放人间，我带的名字我犯人间，我回去了。去了这一句要比较直，朱派的唱腔有的时候很直的，大家一起来唱一下。我背背名字犯人间，犯人间为什么呢？一想，为公主朝朝暮暮的天作。我每天在祈祷，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把感情放进去，这一句大家一起来唱一遍。为公主朝朝暮暮的天作，作以后收轻一点，朝朝暮暮对天作，对天作。这个时候音收一点啊。三娘这边呢刚刚有一点转机，突然的又说她，我是每天我是祈祷啊，为民，不是我对你有什么感情啊，有什么，我回去这个珠子虽然你送给我了，我带回去以后我是天天为你祷告，希望你找到一个好人家。那三娘刚刚觉得有点转机，觉得她对我可能有感情，突然的好，所以这两句呢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有情无情难琢磨，这个柳毅啊真难琢磨，是吧？所以这两句呢也要唱出他的感情来。我来先唱一段啊，示范一下。东边日出西边雨，
二三娘的这个重点是在我而今生共守寂寞，非自何念花丛开，非自何念草丛落，就是花丛开的地方一定要稍微有点重点的，因为花丛开它这个地方是在倾诉，向他倾诉，所以要稍微强烈一点。嗯，这接下来呢，恭祝你元日明子光大目，你多好的是吧？色辱多怨富家我，这是男人太坏了，不是你的错。公主啊，这个公主啊呢，深情一点啊，公主啊，所以她会感觉我对她有感情呢。实际上她对她的确有感情，但是呢，她就这个时候她掩饰了，掩饰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是真情流露。公主啊，多情是有多情福，你多情是有多情福，从配家婿可遇不？就是说你配个好男人，绝对可以，可以的，就是可以算出来的，你完全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唱的时候我们有带有富有很深的感情，这样子呢才能够让他后面马上感觉到，哟，你对我很有感情嘛。它是一种感情的流露，实际上呢是真情的流露。下面这一句也是一个重点，就是我只恐自己的弱智，没有人可以托付，所以我刚刚前面已经说过，就是这空啥这负重托，我什么时候托给谁呢？所以这句也是重点，也一定要把它唱出这个感觉来。他才唱完这一句，你马上就马上警戒，少女岂为无归宿，好的，这姑娘怎么会没有归宿呢？不可能啊。他是这个时候他是也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少女岂为无归宿，你怎么可能无归宿呢？所以这一句唱得很流畅就行了。嗯，然后我觉得小赵老师啊，后面那句那个腔特别多的那个宗派里边，就是我愿将士，哎，这一段的这一句也蛮重点的。我愿将做永佩戴，就是我愿将士。这时候他思想里面很复杂的，这个时候已经话冒出来了，他是眼睛马上看到你，感觉到是不是你还是真的爱我，名罪送给我了，我怎么办？我愿将做永佩戴。每个人就带了以后，就一生一世你就把这个信物就带走了。所以呢，我们在表演的时候，你会这样子永佩戴。这个时候一方面一戳，一方面在讲呢，一方面我们这个唱的时候，我讲的是气口，思想里面也在斗争，也在想。他这个时候他突然就想起来了，我佩戴明珠泛人间，我回去了以后，我是早早默默对天祝，就是说我这带回去以后，我就把佛一样供起来，我每天都是对天祝，所以的早早默默对天祝。这后面有点心虚的，我的理解。为什么呢？虽然是这样讲讲，实际上心里面就是这个你送给我的东西我很珍惜，我要抗回去。但是呢怎么办呢？抗回去我不能说我因为爱你我带回去，这我把它当神一样，我供起来，我很真诚对天主，对天主。一边唱一边心里面言不由衷，就这个时候表露的柳毅的心情就是言不由衷，就是这个感情的流露。因为他施恩不图报，所以他拒绝了，谢绝了应该是三娘的这个爱意啊。其实他非常非常的喜欢他，非常非常的爱这个三娘，但是 他是人啊，不是神。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段里边多复杂啊，这个情绪，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学唱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情绪也带着一起把它唱出来。愿借名字表心肠，当初今日旧记中，而今生共聚寂寞，彼此共念。
下面我给朱老师现场我们示范一下。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吗？两位老师好，在提问题之前，我们有一个小的礼物想送给两位老师。哎呦，不好意思，我是南京人啊。两位老师新版的《柳毅传书》演出的时候，我还在南京读高中，这是当初特别激动，然后我就写了一首诗。然后我现在在北京从事图书编辑工作，然后中国书画出版社最近编纂了一套就是专门写中国戏曲爱情故事的书，中间就收录了两位老师的《柳毅传书》，然后这首诗也很有幸收在了书中，所以我今天特意抄写下来想送给两位老师。谢谢。哎呀，感谢，非常感谢。我们打开看一下，我打开看一下。哇，好，谢谢。还有哪位朋友有问题吗？朱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感觉那个竹派的水袖特别漂亮，有时候跟其他流派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有区别于就是说那个就是其他流派的这样子？想当初我母亲用的水袖，她学了陈砚秋的一些动作，那么我们在柳毅传书里面呢也用了一些水袖，但这呢实际上呢艺术都是相通的。花旦里面你们不是有一个水袖，就整个是一个圆圈这样回过来的呢？那么小生根据人物的需要，根据他当时的感情的需要，就像胡斌惜别最后的时候，他把心声全部吐露了以后，他非常高兴，所以我用的水袖就是用了他半一半。
就是说这个水袖也是一个特点吧，水袖也好，唱腔也好，都是为人物服务的。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心情，所以结合在一起就用了一下这个水袖。问一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朱老师您好，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舞台上能跟您合唱一下这一段，不知道可不可以？好吧。愿皆民族飘行。